哋今日咧本来打算系去加道里农场去行下嘅，点知去到咧就系、是、都见到有几架即系嗰啲旅游车喺度咯。咁所以咧嗰啲观光车即系上去观音山嗰啲车咧就满晒额啦。咁我哋唯有咧就去咗元朗公园嗰度去闲游下。我哋好快就行到嚟元朗公园啦，呢个其中一个入口嚟嘅。咁元朗公園咧，係都係香港其中一個咧，係好大型嘅公園嚟嘅。咁佢佔有地咧係有成 7.5 公頃嘅。咁係1988年開始興建，而1991年咧就正式啟用嘅。咁我哋於是就去呢個公園度行下啦。呢個公園咧係坐落於喺水牛嶺一片嘅，佢講係天然嘅林地上高。咁位處於咧係喺元朗市中心西南部水邊村嘅旁邊，鄰近元朗大球場同埋元朗游泳池嘅。佢兩個喺度研究嗰啲花係咩名字。好啦，我哋又再睇下第二啲花啦。我哋向前行，向下行，又行咗少少，落咗少少石級。喺前邊咧就係、是、呢個元朗公園一個。打卡熱點，咁啲人咧係叫佢做望明小屋，咁佢係好靚嘅，砌好嘅地方好細嘅啫，其實一個好小嘅範圍，咁佢有一個用石頭咧去堆砌一個尖塔頂嘅小屋，咁啲人咧就叫佢做望明小屋，咁而家咧佢因為而家又春天啦，即係啲花開得好靚，咁所以咧佢亦都種咗好多呢啲嘅。紫色啊、藍色嘅繡球花喺度啦，同埋啲七彩顏色嘅花位咁擺咗喺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嚟到呢度去吸引啊嗰啲攝影愛好者咧嚟呢度打卡影相嘅。明月光，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好啦，呢个公园咧有一个唔系几好嘅另外一个名咧，啲人俾佢嘅就话呢个系个晚鬼公园啊。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元朗公園咧，其實個原名叫元朗市鎮公園。而家咧喺佢即係佢呢個公園未起之前咧，佢係一個村落嚟嘅，叫水牛嶺平房區。咁但係喺呢個平房區之前咧，呢、這個地方咧就係、是、喺香港日治時間，喺1941年至1945年咧，佢曾經係一個亂葬崗嚟嘅，咁啲日軍嘅營場。咁喺現時嘅元朗公園一帶咧，仍然咧都係流傳住好多鬼故，話喺呢度發生。咁坊間嘅傳聞咧，就話要起咗一個叫百鳥塔啦，嗱就係呢一個啦嘅設計，佢用呢個百鳥塔咧去鎮壓住呢啲鬼，我哋用呢個用途嘅咁樣。呢、這個亦都喺市，即係元朗嘅市區裏面咧，呢、這個塔咧就係最高位嚟噶啦。百鳥塔咧可以講係元朗公園一個好突出嘅標誌，因為咧佢係紅色噶啦，有七層高，係用中國嘅建築做設計做佢嘅特色嘅。咁樓高有30米，咁我哋可以行上呢個旋轉樓梯咧，可以行到去個塔頂嗰度咧，我哋可以遠望到咧元朗市嘅景色。好啦，我而家行入去呢一個百鳥塔。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乜嘢就正？种类咧有21种。好啦，呢度咧佢冇 lift 噶，
要咁样行上去嘅。伸手拖手去上学堂。好啦，我哋而家行个旋转楼。如果星星真有如下，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繼續，我哋上到去個頂嗰度會。願只等學堂，若沉默似金，還談什麼戀愛？寧願再發生。我繼續上埋去先。成人只寄望收穫，情人只聽見承諾，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對方？浪浪面对色讯，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头先讲啦，百鸟塔咧，佢系元朗公园内咧一个红色七层嘅观景塔。咁咧，佢用中国嘅建筑做特色。咁入邊咧，除咗底層啦，有好多種嘅雀鳥之外咧，佢個亮點咧，好多人中意嚟打卡嘅咧，就係因為咧喺個塔入邊咧有一個藍白嘅樓梯旋轉樓梯，就係呢個啦。咁好多人咧可以識得影相，可以喺度影到好靚嘅相。我哋由底層行到上頂咧，都唔辛苦嘅，即係慢慢行上去咧，啲樓梯嘅梯級咧唔高嘅。所以可以慢慢行上去，就睇到好靚嘅景色噶啦。我哋去曬啦，去咗個頂嗰度啦，已經上到睇景都好靚。玩完啦，行曬咁多層啦。离开呢个百鸟塔去找瀑布。好了，我哋去完呢个百鸟塔就是我哋第二个景点嘅，跟住我哋就去呢个瀑布啦。佢一个好小型嘅瀑布，好细嘅啫。咁但系佢瀑布旁边咧就种咗一棵好靓、好高大嘅枫香树。呢个就个瀑布啦，嗱啲瀑布水喺呢度流落去嘅。呢度有好大棵紅葉嘅樹，好，我哋而家去行落去。明月光，為何又照地堂？寧願在公園躲藏，不想學堂。任由目光留在漫畫一角，為何望母親一眼就如花？嚟到瀑布呢个位噶啦，一个好小型嘅瀑布嚟嘅啫，其实。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在这个瀑布位，我最欣赏的就是它的那小型的瀑布来的。但它旁边那个即那个枫香树真的很漂亮。而周围你看种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花卉树木，所以它这个公园是得奖的，是得奖的，即是设计，原林设计是得奖的公园来的。
咁係好舒服嘅一個公園嚟嘅，真係好好行嘅。咁我哋行呢啲石級落去咧，就可以去到個人工湖噶啦，亦都見到個荷花池。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情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我哋喺呢个人工湖嗰度影咗几张相，再向前行。冇幾耐，我哋就見到一個白色嘅鳥籠啊！咁我哋喺嗰度影咗幾張相，咁亦都結束咗我哋一個今日係完全冇預算會嚟到呢個嘅元朗公園，但係都冇失望嘅，都係一個好靚嘅公園，好值得一遊嘅。咁我哋就結束咗今日嘅一個好輕鬆嘅短短嘅一個嘅旅程啦，我哋可以翻屋企啦。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证实，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